我是七十一，开局被追，只把隐私先给一棍，确保能进板子，然后下板点钻石加速拉开。小巷子不好躲颠，怎么办？我也没想躲，我准备用那一招。这把是杰克，他打无人，我也打进板子不下，骗一个抽刀，弹到了盖板子再走。位置很差，不好溜破轮，得上楼才行。现在我身上一根刺，有点危险。不玩花灯不行了，他上来了，走这边正好没滚刀，变人了，那就愚门。他变人给我一刀，开一阶又变轮，开两个尖刺都被我躲掉了，然后又变人了。我知道的是要闪了，看朝向和抬刀，按着飞轮准备交。这把是女巫放狗，我的寄生来了，正好能交飞轮，然后给棍子止戈。原生信徒在下边，别翻窗。送寄生刀跑过来，又放狗了，幸好信徒还没到脸上，我能卡掉这只狗。15下板子，10翻板子，5鱼门卡掉。又放狗了，但这次只有3口，第一口卡不了，第二口卡不到，第三口呢下板子就行，能卡一口是一口，正好他到脸上补寄生，但是我下板子走了。还有第四只，但是只有2口，那就来个高低差卡狗，倒数到5往下跳，完美的卡掉，再送个寄生电击够了，一溜就5台。要吃刀，左扫往后走，点吃角度对了，止戈进板子拖时间。他还没交技能，让他交板子一下，那翻过来不让踢板子，我再翻回去，止戈马上结束，交闪了，交飞轮躲刀，翻过来准备骑马，扛一刀扛一刀，扛到了，那我上马了，攻守一行，下马溜了半分钟，又能骑马了，别追了，守夜人追不到的，还来等他来上马。上来准备修机，连电了，是隐私，看到了冲我来了，那我不修，做动作我偏，开局六隐私，多一点不如少一点，追击球，现在两个蓝电，但血条不够多了，再分摊伤害我要倒了，所以我进柜子消电，这样就不会两个人一起倒了，蓝电进柜子，无电出美滋滋，再翻个响指，半血魔针，我的运气真不错，刚丢雷直接过，炸不到，不翻窗子，因为一炸就倒了，往前绕拖时间，遥控雷来了，我倒了，不过我有队友在脸上，是野人，往左爬他好装，棒棒来了，丢个雷就签，直接装我下来了，那我走了，这是我的逃跑路线，加走位躲颠空了，绕起来身位挺远的，大概要飞真飞往回走，躲一波还没下来，我再牛下来了，没中很赚，还有电的准备吃刀拉走了，不好躲被定没事，哎坏了，他两双牌的要 A 运 A 啊，这个亏死了。这把是博士，要冲过来往里躲，冲不到，往前勾引再往左躲掉，好地形好走位，再冲就再躲，走路追那就绕，反绕了我也反绕，右边板子不在了，也没法止戈，那怎么办呢？没事，有窗就行，鱼门开局先修机，不管是谁来了再说，吓我一小跳，传太准了，正好能止戈，等我下板子，他有交互加速5秒，玩个荡神飞过去，拜拜了，露头不逗留了，先走了，身位挺远的，放挺好呀，这个夹我是真的没想到，反套路是吧，越安全的地方越危险，等着呗，没事，你不出刀那我要出棍子了，好给我一刀好吧，钩子快好了，得躲钩，先下楼再上楼就行，钩子废了就能止戈了，思路很清晰，随便溜够电击，又是你又杰克要追我吗？位置不行，但是我是谁，我是71，再来一个扫无人，看抬刀扫掉，不是你这在 OB 拖电击，要吃刀叫飞轮，人是要保的，刀是不能吃的，电击是不够的，绕模型又躲刀，该去挂人咯，不去还在追，但是打不到，帮忙牵制也算是一种 OB， 别着急，神位进了再出刀，坏了躲不掉了，吃刀了，好亏，骗你的，电击够了，钻石加速进木屋，我得先出手了，因为闪现好了，出其不意给一棍，一个右扫止戈刀，很极限，靠近窗骗手稿，收了，那我翻窗直接拉走，要闪吗，我有飞轮的，要交了，飞轮躲一刀，然后左扫，看清位置别着急，从哪边来，要飞之内我盖板子，盖板爽，现在是开门战，闪在手，让他交，不交追不到我的，交了也追不到呢，飞轮记者三八飞啊，什么倒了，我来了，就打船下边，那好，你可曾听说一招从天而降的棍法，
开门战被追，溜越久越好，没法躲高，得靠飞轮。等一下飞轮翻板子还行，还能再溜一溜往右绕。我现在是一勾就倒了，这个板子感觉也翻不了。路头就在我身后，身位挺近了，那我不翻了，我直接走，骗了一刀。侥幸多溜几秒钟，钩子快好了，得偏往前，再往后，往右一勾倒，但钩子没中，倒不了。来到另一个门，这把是鱼女，开门站两个人，我走了就能平。丢叉了，要冲，要拦我，打断冲刺，再冲门，拦不住我的，还没收叉呢。现在收，来不及了。我准备开机，准备好被追。这把是雕刻家，开二阶了，炸一下没事。抢电机要紧，先开机，再飞轮躲一刀，然后再止戈。位置不好，先给三连，再跑去地焦点，14秒止戈应该够的。我到了，但是队友还没走呢。记者离门远，来不及，没办法。我被架住了，现在记者走了，就剩我了。但是雕刻家不给机会，不好走。又被炸了一下，看来我得主动出手了。